儿童有保护隐私的权利。日记，日记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谁翻过你？如果有人想偷偷接近你，你可以发出哦咦哦咦，我就会马上来救你。其实我很想说，你成绩好的同学不要乱翻我的作文簿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吵架的时候不要把气发在我们身上，因为那是你们的事情，不干我们的事。我考试考不好，请同学不要再一直问我考试考几分。请大家不要问我几公斤，因为那是我的秘密。